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刮刮刮乐喽！今天刮的是好运七五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就200万元。来看看玩法说明，玩法说明在这里哟。在第一局到第五局中，每局有三个我的舞步与老师的舞步，刮开我的舞步区。若任意局中我的舞步全数对中老师的舞步，不限顺序，即得该局奖金。刮开金额不可跨局兑奖。老师舞步上面有刮模，可以刮开对中我的舞步之记号啦！来来来，马上来开刮哦！来看一下，这是发哥挑选的号码是97号，号码是016238097 016238097，希望这张可以中大奖9797，希望97要可以中奖喽！200块的刮刮乐，头奖奖金200万元。先来刮出第一个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边是一个音乐符号，是这里应该是条码。好，来看一下我的舞步，第一个是这个怎么跳啊？跳起来，单脚跳有没有？右位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它是这样对的，只要相同的就得到这个奖金。来看第二个舞步，有没有可能第一个中奖？哎，哇，第二个舞步没有了，它是两手这样举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看清楚一点，没有。第三个舞步嘞，这跳起来。飞跳没有，只有中一个。来看一下金额好了，金额是1000元，难啊。好，来看第二局，第一局没中，第二局飞踢有哎、欸，飞踢有。再来，这个游戏好像蛮创新的，之前没玩过没有类似的。来来来，这算是台彩算是最新的啦，还不错。第二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后面脚抬起来了有没有？这瑜伽高手有没有？没有哎、欸。第三个嘞？飞起来了没有？所以这张这一局也没中，第二局也没中。哇，第二局是5000元呢。来，来看第三局，这游戏还蛮好玩的，算是有创意啊。类似的游戏，但是还蛮好玩的。哦，一开始有、哦。来看第二局，飞起来了。哦，第二局跳起来了，有哎。来看一下第三局。有没有可能中第三局？哇，第三局是飞踢啊，飞踢没有，看金额多少，金额是2000。好，先来看第四局，第四局第一个舞步是多少？有第一个舞步有哎、欸，来看第二个舞步，哦，第二个步也有哎、欸，第三个，那第三个来一个呀、啊，哇，没有不一样。啊，好可惜哦！第四局的金额是500元啊，还以为会中500多。来看一下第五局，第一个舞步有没有？哎呦喂！来，先看金额好了，金额多少？金额是2000，有没有可能2000？来第二个舞步，哇，第二个舞步就没有了。这游戏是蛮好玩的啦，可是乌龟了，突然觉得有点不好玩了。一开始以为会中奖哎、欸，发哥一开始在刮的时候，想说啊这张不错，这张中奖了，是结果嘞，结果没中。一开始刮看到 V 嘛，对不对？想说有没有可能是 VFIV， 结果嘞又看到了 I， 想说哇这张500块了，可是嘞瞄到了一点点 Y， 啊，看来这张是没中，没错，代码就是 YIV， 这张就乌龟了，没错，是还蛮玩的，可是如果中奖。就更好玩了，真的好希望中奖啊！哦，最近一直在乌龟，真是很奇怪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，这张售价现在比200元的好运起舞刮刮乐尾数97号，宣告杠估做200块的公益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。